香港公园嘅游德观鸟园终于重开啦。今日咧，我就帶住我嘅 Sony A74，再加上 Sony 嘅200-600mm 長焦鏡嚟到影雀仔啦。大哥咧喺呢個時期裏邊咧，真係好巴閉。好多遊客走埋去影相，望下佢，企到近嗰啲都唔驚嘅。呢個大哥真係勁啊！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Andy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去年23年的1月呢，我就带着我新买的 Sony A74 还有 70-200mm GM 第二代的镜头去了香港公园的观鸟园那里，打算拍照的。谁知当时呢，原来这个观鸟园要维修，要等待一年才可以重开。好了，来到今天24年的1月，香港公园的观鸟园终于重开了。我就带住依然是我的 Sony A74， 不过今次我就带住 Sony 的 200-600mm G 镜来到香港公园观鸟园这里拍下雀仔了。因为呢，这个观鸟园重开，我们在市区呢又有一个地方呢可以很容易这样拍到雀仔，可以做一个练习。虽然现在是这个冬天的时节，不过呢都是有些蚊虫的，如果大家来拍照记得都要带少少防蚊的用具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条片，请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